你身上有没有这种拧果酸翻的劲儿？你打得再慢，它都和那个太极拳一样。你看啊，我打得慢一点，你身上得有劲儿。你刚动手能行吗？对吧？咱们因为就是不会身上的变化，所以它不出功夫，是吧？你身上多变化，劈拳、虎形，一束炮拳，是吧？横拳，再炮，你得把身上这个劲儿做出来。咱现在打拳怎么打？刚失手，他肯定他就不出功啊。